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 Jinping. Thank you. I'm John Frisby, President of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Housekeeping items. Do you have your cell phone with you? Please put those on mute. There are headphones on tables. Ni hao, and good evening, President Xi. On behalf of 7 million Washingtonians, I'm truly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be here and to welcome you to our esteemed delegation. We are honored to have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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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emed delegation.您这次的到访又是一个里程碑，这是悠久深远的华盛顿和州和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里程碑。那么其他的里程碑包括中国第一个这个货船1979年就来到西雅图，华盛顿州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与中国关系的委员会，而且华盛顿的居民感到很骄傲。我们的第一个州长是第一个美国的中国血统的州长，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所以呢，中国大家也都知道是华盛顿州的第一个双边贸易伙伴。我第一年当州长的时候，我就带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来进一步发展这个关系，就是接上我前任州长的工作。中方的官员和企业界的领导人对我们是盛情款待。我当时呢就向他们发出邀请，叫他们随时到华盛顿来。所以我现在很高兴见到这种工作带开花结果，给我们带来了几十个亿的投资。感谢中方对我们在我们这里的投资。我们家的都知道，我们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的特点。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技术创新，我们都提倡干净能源、公共卫生和医学方面的新的进展。而且我们认为世界最聪明的人进行合作和最佳的研究中心的合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最困扰我们的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感到尤其兴奋，现在有一个全球创新交流，这是我的母校华盛顿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和微软的合作项目。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中国研究型大学是在美国设了一个点，而且我感到特别兴奋，
当时向媒体公布的时候，我能够出席。我知道今天晚上节目排得满满的，包括习主席待会要发言，他要讲中美关系。所以习主席，我期待听着您的发言，而且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州长见面的时间，我们非常欣赏。所以我最后呢，我想引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他非常好地总结了我们这两天访问的精神。他是这么说的，说到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小小的地球的居民，我们呼吸的都是同一个空气，我们珍惜的都是我们孩子们的未来，而且我们都是寿命有限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这几句话今天也是就像63年他讲的时候同样的恰当。而且我再补充两句，我们大家也都应该为完善未来的净能源的未来，因为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就依靠这个净能源。所以我们共同的挑战我们是可以迎接的，我们期盼跟中国合作寻找到这些挑战的答案。所以再次欢迎您到华盛顿州，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 President and CEO of Ford Motor Company, 福德汽车公司 and Chair of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Fields。晚上好，我是 Fields， 我是福特汽车公司的 CEO， 我也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现在代表美国商界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欢迎大家出席今天这个晚宴。我们的贵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晚上呢，我们有超过750个人，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地方，专门来这里来欢迎习主席。我们大家都致力于发展一个成功的中美关系，而且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增强我们已经坚固的双边关系。我们这个坚强的经济关系也可以变成一个基础，为我们这个更广泛的双边关系做基础，因为这个关系现在在今时今刻特别关键。我们要是能够迎接今天的全球挑战以及未来的挑战，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能否走到一起来支持共同的目标，而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充满信心中国和美国能够迎接这个挑战。习主席，谢谢您的领导力，也祝您和彭女士，也祝您的整个代表团在美国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谢谢您。现在呢，我很高兴邀请美国商务部部长 Pritzker 女士来说几句话。谢谢 Mark， 也感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华盛顿州欢迎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们组织了今天晚上这个活动。习主席、彭女士，我想代表奥巴马总统欢迎你们到美国来。这是一个很重要访问的开端。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中国两国各的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密切关注。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在1980年，中国的 GDP 是2021亿美元，2014年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
在1980年，中国的总贸易总额是310亿美元。2014年，这光是商品的贸易已经达到5000多亿，而且这仅仅是跟美国的贸易。这个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做了一些艰难的决策，开放他们的经济，使到非国有企业发展，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也使到中国体制能够更加透明。这些改革的结果就是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这使到6亿中国人脱贫，而且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在过去30年，中国也通过一个以法规为依据的国际经济得到好处，也得到美国公司的投资所带来的好处。仅仅过去一年，美国公司直接在中国的投都超过600亿美元。这个星期有一些重要的协议正在谈成，这是在习主席访美期间会公布的。这些也反映了美国公司是下决心要用他们的资金和世界水平的技术支持中国的发展。尽管如此，我们和我们的公司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关注，对于一些法律和规定的透明度不足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网上和技术政策的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其他的领域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希望会能够有一些坦率诚实的讨论，在未来这几天会进行的。但是这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的。现在中国已经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我们最近几周也见到中国的经济决策的影响到很多其他的国家，远离中国的国家也受到影响。中国多年的大胆的有远见的改革是成功了，他们创造了一个出口大国。不过这些改革和这个模式不能继续使到中国以后继续发展到中国和世界希望使得它能够达到的水平。中国不能用一个靠出口的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全球需求不能支持这个模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中国的领导人有一个机会来证明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是立志于实现3-4大众全会的目标，而且他们愿意跟美国一起制定一个全球性的以法规为依据的经济体系。前几天我们听到中国的消息说要改革国营企业，而且要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如果这些提示事实的话，那么中国就准备采取措施加快它的转型，是从一个靠出口到一个靠中国国内消费的模型。如果这个转型变成现实的话，那么中国人民和全球的经济都会大大的得到好处。奥巴马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要跟中国有富有成效的谈判，我们觉得我们未来几天的对话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性的进度，在几个范围内。但是衡量我们的经济不仅仅是我们的承诺和一个清单，我们要评估我们扩大合作和建设性管理分歧的进度，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
关系，而且看大家所采取的行动，我们热烈欢迎您一行到美国来。奥巴马总统和美国所有的人民就期盼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我们祝您有一个非常成功、富有成效的访问。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Chair and CEO of Hills and Company and Chai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mbassador Carla Hills. Thank you. Thank you, Secretary Pritzker. 谢谢Pritzker部长，我很感谢您来到这里，您为我们国家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大家晚上好，我是 Carla Hills， 我有幸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自从1972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创造历史了，当时他是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访美，这件事情呢，就当时就叫做乒乓外交。我们一直继续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的活动的主要组织单位之一。我们今天晚上很高兴再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委员会非常认为，有机会把两国的领导人走到一起是不可缺少的。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这些关系，使得我们更容易解决一些重要的双边和全球问题。那么，为了介绍今天晚上的贵宾，我有幸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美国第56任国务卿，他60多年来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二战的时候就在美国陆军，之后呢，他做国家安全顾问，为尼克逊总统做过国务卿，后来又为福特总统当过国务卿。基辛格一辈子都致力为国家服务，而且为寻求全球和平。没有几个外交官有他这么明显的对外事的影响。这个和解的政策是他制定，那么由于那个巴黎和解就帮助我们终止这个越南战争，因此他就得到那个诺贝尔和平奖。他1979年没有公开就到中国访问，就为尼克逊总统72年访华铺路。他们当时就跟周恩来总理跟毛主席见面，也签署了上海公报，这个呢就为中美两国恢复邦交奠基了。他写过很多书，到过很多国家访问，他还继续影响我们对这些关键外交政策问题的想法。他最近出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大家热烈欢迎一个非常特别的美国人，基辛格博士，他将介绍我们的晚上的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President Xi Jinping, Madam Peng, Peng 女士 and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中国代表团的贵宾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ve come here, 来到这里的 from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从美国各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先生们和女士们，that you have chosen to deliver a policy address, 是因为他们听见习主席今天晚上要在这个伟大的城市做一个重要的政策演讲。这个城市是美国对亚洲的一个重要的窗户。毛主席跟尼克森总统见面的时候，这是45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呢是有幸在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终止两国之间长期的隔膜，要携手并进来对付一个潜在的敌人。这个目的是有战略性质的，
而且是达到了。同样重要的，就是中国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改革开放。当时他的目标好像也是充满远见的。现在过了几十年，中国人的努力，他们一系列的明智的领导人和跨太平洋的合作，把这些愿望变成现实了。习主席，今天您的到来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伟大的成就往往之前会有一些梦想，您就提出就是两个一百，就是对中国未来的一个梦想。第一个一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就将于2021年实现。对不起，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百周年。那么中国就希望到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小康国家，也就是说2010年的 GDP 要翻一番。第二个一百就是20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完全发达国家的之一。那么这两个目标放在一起，又是证明中国又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进展，而且会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在经济领域里，习主席上次来美国的时候，当时他是国家副主席，他就说经济的互赖就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动力，是我们两个关系之间的这种推动力。这种日益加深的经济关系是由许多企业界和教育界的领导界和技术专家今天晚明天集合在一起为象征的。这就显示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双方，中国和美国，对对方的经济发展都很关注的。这是双赢的经济政策，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对全人类，为全人类造福的。在政治领域，这个双赢方案也是同样必要的。习主席就说这个挑战就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的重要性，这样呢过去的敌对的人可以不再变成敌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之所以您这次的访问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是把我们关系从天天解决普通问题提升到一个超脱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一步。在当您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见面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祝两位领导人极大的成功，因为你们将开始一个全球性的努力，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将会促进世界和平，也促进全人类的进步。主席先生，在这个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期盼听着您的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感谢能够向大家介绍习近平主席，请他发言。
尊敬的基辛格博士 Dr. Henry Kissinger 尊敬的因斯利州长 Governor Jay Inslee 普利兹克部长 Secretary of Commerce 穆雷市长 Mayor Ed Murray of Seattle 尊敬的希尔斯主席菲尔斯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基辛格博士的介绍基辛格博士能说出、啊、总每一次讲话总能说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的介绍呢让我、啊、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是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有机会在这里同各位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感到十分的高兴首先我谨向在座的各位并通过你们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我对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并不陌生人们常说华盛顿州是常青之州西雅图市是翡翠之城这里有雄伟挺拔的雷尼尔山波光潋滟的华盛顿湖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使这座城市在中国民众眼中也很有吸引力目前华盛顿州对华出口居全美之首中国也成为西雅图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成为中美人民友谊中美互利合作一个重要的象征众人拾柴火焰高中美关系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地方友好团体各界人士的辛勤耕耘精心的呵护特别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中政策基金会美国商会美国中国总商会百人会华美协进社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友好团体和一大批友好人士长期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奔走努力中美关系持续发展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在这里我谨向所有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大学智库机构及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对此啊有着切身的体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那时候啊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洞里睡的是土炕乡亲们的生活啊十分的困苦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
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就当了这个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啊乡亲们发展生产。我很期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今后能够经常吃肉。但是这个心愿啊，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今年的中国的农历春节，我又回到了这个乡村梁家河。梁家河现在不一样了，啊，修了柏油马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这使我呢，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同时啊，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3，美国的1/7，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则还有2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中国城乡有7000多万低保人口，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这两年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要过上美好生活，还要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刚才基辛格博士所言2个100年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我们提出的4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大家都关心中国的发展走向，关心中国的政策取向，这里我就其中一些主要的问题
讲几点意见。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当前各国经济都面临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水平。现在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现在有3亿人是中等收入。服务业发展空间大，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中国将更重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消费拉动，更加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前段时间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引起了大家关注。股市涨跌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8月11日，中国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目前人民币汇率偏差矫正已初见成效。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我们将坚持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改革方向，允许人民币双向浮动。我们反对搞货币竞争性贬值，反对打货币战，也不会压低人民币汇率刺激出口。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定价机制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汇市波动而改变。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2013年中共18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出了330多项的改革措施。2014年，我们确定了80项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出台了70多项重点改革，其作用逐步显现。改革关头，勇者胜。
我们将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是永远不会关上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世贸组织原则，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我们将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护好知识产权，为我们同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者治之端也。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动司法公正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中国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将公开对待外国机构和企业，我们愿同美国就法治问题开展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国际社会应该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只要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我们不仅不会限制和禁止他们的活动，而且要通过法律保障他们的活动，保障他们在华的合法权益。境外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活动应该遵守中国法律，依法开展活动。中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我说过，打铁还需本身硬。这里说的打铁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名党员，党内也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
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愿同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腐追逃合作，中国人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美国的支持和配合，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税避罪天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给我们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我愿再次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为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我不久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我们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设伙伴关系新思路，开创共同发展新前景，营造共享安全的新局面。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要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目的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而不是要谋求政治势力范围。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我们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是要推动形成自由开放、方便快捷、充满活力的亚太发展空间。我们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要同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好亚太和平和安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2013年，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的庄园会晤，达成了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这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共同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两年多来，双方按照达成的共识，不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我们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做出共同努力。我们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双向投资存量、人员往来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我们围绕伊朗核、朝核、南苏丹、阿富汗、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抗击埃博拉病毒、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成果丰硕的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有力展现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巨大潜力。如何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答案就是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中国古人说，夺之往事，验之来世，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这其中有几件事尤其要做好。第一，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同美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夷陵道府，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第二，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的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我们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我们应该早日谈成一个双向平衡、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深化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设，拓展在清洁能源、环保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执法和反腐败、卫生、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挖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我们应该深化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全球性挑战上的沟通和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第三，妥善有效管控分歧。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异。正是因为有了差别，世界才多彩多姿，也正是因为有了分歧，才需要聚同化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纯而又纯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管控。最关键的是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第四，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150年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一起铺设了横贯东西的美国太平洋铁路。70年前，中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并肩奋战，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和正义。在那场战争中，数以千计的美国将士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赢得自由和独立给予的道义支持和宝贵援助。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著作。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啊，对狂风暴雨、巨浪小船、老人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就专程到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去体会。我第二次去古巴，我就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加薄荷和冰块莫西多。我想体验一下海明威当年写下那些故事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文化和文明，我们都需要去深入的了解。在汉字中，人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形状，啊，这个人字是这样的。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我愿在此宣布，中方支持未来三年中美两国互派50,000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中国将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基辛格博士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说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最重要的问题。马丁·路德·金先生也说过，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档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西雅图市长莫莉。Thank you, President Xi, for the incredible remarks. 刚才非常精彩的讲话，我们感到双倍的荣幸。一就是因为您把西雅图作为您访美的第一站，二就是因为您选择这个场合来声明您这些重要的政策理念。刚才您提到一个关于西雅图的美国电影，不过中国也有一出关于西雅图的电影，应该叫做《北京在西雅图》，这个星期就可以这样并改名字了。今天晚上，习主席描述了中美关系合作的重要性，这是就一系列的问题都是这样，包括贸易和环保，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国的国民，而是为全世界。中美两国一起
可以创造更强大的国际合作，不仅是我们之间，而是各国之间。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关键是继续我们的对话。我们发现我们共同的想法远远超出我们的分歧。我刚刚上个星期就去了洛杉矶，跟美国各地的市长和中国各地的市长在讨论这个气变的应对政策。这个富有成效的会议开了，就是因为习主席和奥巴马有一个很好的个人关系，才能够促成这个会议。气变是当代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气变的原因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根据国界分布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减少排放，适应气变。我们这个对话将会事与事之间继续下去。明年我将率领西雅图的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天天中国游客会到这里亲自看看我们这里的条件，特别他们喜欢去看看我们美国西北的美丽风景。学生和研究员会来到华盛顿的大学，我们知道这是美国世界和世界第四大研究型国家，这是大学是推动我们经济的重要的因素，它也发展了我们与中国的学术性和个人的关系，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寿命。商人来这里来寻找新的生意的机会，这个会对双方都有利，而且这一些客人和这些商业机会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中国的先驱者和中美籍华人，他们使得西雅图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致力于跟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合作，发展这些人民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把两个国家拉得更近。习主席、彭女士、各位贵宾，感谢你们来西雅图，我们很荣幸你们选了西雅图，而且希望你们在西雅图的时间过得愉快。谢谢你们。Please welcome former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former U.S. Secretary of Commerce, and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Gary Locke.骆家辉。Welcome,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欢迎习主席，欢迎彭女士，欢迎到我老家西雅图，欢迎你们到华盛顿州。我们认为这是比那个华盛顿更好的华盛顿。我们西雅图和华盛顿对我们的关系感到骄傲，不仅仅是商贸，而且更多的是文化和人与人之间。因此，李州长刚才已经谈到中美关系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华盛顿方面。我这里还要多插一句，波音公司首先创立这个航空工程师这个职称的时候，就是1916年，当时第一位是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华人。所以习主席，我们这里有很多工程师，有很多机械工，他们是华人，当然我们各个国籍的人都有。所以当中国购买波音飞机的时候，你是为美籍华人和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所以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为习主席和彭女士敬酒。虽然我们华盛顿的州的葡萄酒目前还没有拿出来，但是今天我先用香槟向大家祝酒，为世界最悠久文化的领导人，也是最新的文化的领导人，祝您成功，提高全国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中国梦。我们期盼有更深远的中美关系，造福两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因为世界的人民都希望两个国家能够起到领导作用，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伙伴合作来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和世界和地球所面临的。所以这是为更好的中美关系。好，大家晚饭吃好。